都无处闪躲。一个全心全意的我，花锁，你醒了，你真的醒过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抛下我。可能我给的是不是真的此生不会再离开我了？阿香，阿香，阿香，我想起我们初识的时候，那时你失去了所有的情，可是却与一位不速之客阿主成为了朋友。我们那么多生生死死都一起走过来，未来我们也可以一起走，你不是常跟我说欠你的要我用一辈子来还？我李长歌答应你，此生我都不离开你，可是你得给我个机会。你给的所有美好，你都听到能听见你的真心话，瞎说什么呢你？你以后能不能更像女子一些？你的意思是，我不够女人？不是不是，怎么可能我？给个机会吧，让我尽男人的责任，以后换我来保护。无论是风雨雷霆，还是刀枪剑士，就由我阿诗勒索来的。听明白了吗？重返伤心地，委屈你了。等事情一结束，我就带你离开。放心吧，我定护你平安。